不平等的待遇。我常常希望他们对我好一点，但是不知道他们对你好还是不好。在我看来，我的邻国跟美国人，我的邻国人跟美国人一样。一方面，早上的时候，大家一样去上班，晚上回家。别一方面，大家就喜欢去买东西，都是有钱的傻子。在波多黎各里，只要你会说西班牙文，就容易交朋友。波多黎各人不是用开车，就是用公车。波多黎各没有任何火车。这上湖岸首都城市有火车，对我来说，开车比坐公车舒适，所以没问题。好在机油是很便宜。现在很多地方用信用卡，你只要随身带着，用信用卡，你能买任何的东西，不但方便，而且安全。给我一箱随身的是我的一个人跟美国人一样。有的人去上班，有的人去上课，还有的人喜欢穿天睡觉。因为波多黎各全年天天是华氏90度左右，我老了以后要在波多黎各里跟家人，住在一起。我觉得波多黎各，什么都好，就是道路太急了。